新疆拌面历史悠久，属于新疆十大美食之一，新疆各族民众非常喜欢吃的一种面，在新疆呢流传的非常广泛。新疆的荞麦它生长周期长，日照时间比较充足，所以呢面粉筋道，面呢纯手工的，面煮了以后有面的光泽度，发好的面搁到盘子以后呢粗细均匀，锅一热啊，搭到上面以后翻一锅，只要挂上面。我从事这个行当呢39年了，根据它的地域性的不同，有各种拌面，大多数的拌面爱好者呢喜欢吃锅油肉、碎肉、扒皮子。以锅油肉为例，比例是牛肉占70%，羊肉占30%。羊肉选的是羊火腿，牛肉选自牛火腿。首先呢，它好吃，而且它的纤维也不太粗，切完以后烹制的过程当中，它不容易碎。菜呢，配了青椒、红辣子、圆菇、西红柿。腌肉的时候呢，打了一个鸡蛋，增加肉的那个嫩度，放了一点盐，放了一点酱油提鲜，增一点色啊，我还给它放了花椒、胡椒、干姜皮，增加它的香气。拌肉的时候放了个生粉，生粉拌好以后呢，再给它放了个植物油。放植物油就是肉呢过油的时候不让它粘住。流程油它锅的这个70%熟以后呢，紧接着我把切好的辣椒我放进去，锅油锅完油以后把它捋起来，锅里面呢倒点少少的炒菜油，完了以后就把这个葱呢放进去，炒出一个香味儿，刚好这个葱起那个黄沫儿，把剁好的肉和辣子我都放到锅里面翻炒，完了以后把调料花椒、胡椒、干姜皮，我最后就喷那个锅边醋，菜要凉，打造金黄色。吃的时候呢，肉呢放到嘴里面滑嫩，锅油肉起源于山西太原一带，明末清初以后就走到了我们的新疆，在新疆把锅油肉本土化以后做出来，有新疆拉面独特的口感和风味，它的面条是筋道爽滑的，配菜是香辣可口的，新疆拌面可以无限加面，而且是免费的，这种就体现了咱们新疆人的这个热情好客。